这几个咱们来说一下法律。这个法律包括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信息安全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等等等等。 OK， 看第一题，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通过其服务平台以显著方式将什么等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目的、方式等等进行告知，这是驾驶员、约车人和乘客。这约车人和乘客有什么区别呢？约车人不一定是乘客，比方说我约的车，哎，让我的朋友来坐，我是约车人，他是乘客。第二题，以下哪类属于突发事件，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措施应对？哎，这是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这都属于突发事件。第三，下列属于出租汽车企业与驾驶员签订经营合同，注意是经营合同，必备的内容有经营期限和收益分配方式，因为是经营合同。而社会保险和工作时间休息时间，这是属于劳动合同了。第四题，下列属于出租汽车企业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 OK， 这是劳动合同，具备的内容呢，劳动合同期限、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休息休假啊、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这属于劳动合同。第五题，根据安全生产法规定，以下属于道路运输单位安全生产部门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职责，这是这几个都有，组织或者参与拟定这操作规程，组织或者参与教育培训督促落实这些措施，以及组织或者参与应急演练，这都是有的。六，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购买或使用商品时、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权利不受损害的，有权拒绝经营者强制交易，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这是都有的。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列属于消费者协会履行的公益性职责是，这是 ABC， 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 D， 说向消费者推荐商品和服务，这是不包括的。第八题，说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通过其服务以平台显著方式将什么什么个人信息进行告知，这是驾驶人、约车人和乘客。第九题，这题问的是网约车平台公司所采集的个人信息和生成的业务数据保存期限是多长时间呢？是两年。OK， 你还可以这么记，叫爱立信，爱立信是一个电子企业的品牌，以前有手机，爱信信息嘛，爱就是数字二。十，哎，这个题比较奇葩一点，说这些信息和生成的业务数据应当在哪存储和使用，咱们要区分大陆、境内、本土和内地。 OK， 咱们没必要说去深究这些东西，咱们就记这题选的是中国内地，怎么记呢？啊，内存，因为你存数据需要内存嘛，同时你服务器还会放在地上，内地。十一，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中获取的乘客信息当然是要保密。十二，网约车平台收集使用乘客个人电子信息，下列做法正确的是，正确的当然是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十三，出租车驾驶员出售乘客信息，获得利益难以确定，乘客向哪提起诉讼？其实这个关键字就在于向谁提起诉讼呢？提起诉讼是对应的是人民法院。十四，哪种情况下出租车驾驶员可以向乘客发送商业性信息？这个必须是乘客明示同意，乘客同意。十五，出租车驾驶员对于业务活动中获取的乘客信息不得泄露、篡改、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十六题，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记录驾驶员、乘车人在其服务平台发布的这些信息并备份。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没有银行账号信息。为什么没有银行账号信息呢？咱们可以这么记，比方说他用的是微信、支付宝，那就不存在说银行账号的问题。当然这个有一点牵强，但是对于你做这个题还是有帮助的。十七，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不应当赔偿的是，这不应当赔偿的是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这是被抚养人。十八，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什么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来确定，是损失发生时。十九，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交通事故损害依照什么有关规定？交通事故当然是按照交通安全法来承担赔偿责任。二十，出租车驾驶员散播乘客信息损害乘客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有停止、
侵害，赔偿损失，赔偿道歉和消除影响。21，小明将从事网约车服务过程中获取的乘客信息，乘客的小红信息提供给了小张，小张据此对小红实施了侵权行为，小明他是要承担连带责任。22，这是一个奇葩题，哎，怎么个奇葩法呢？网约车平台公司及网约车驾驶员违法使用或者泄露约车人、乘客个人信息的，给信息主体造成损失，依法承担的责任有，承担什么责任？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为什么没有经济赔偿呢？但是答案里就是没有经济赔偿，奇葩吗？23，这说的是上访，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几人，是不得超过五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生不过五，五生之变不可胜听也。还有一句话叫做三人成虎，就是人多了之后，人多嘴杂，接待起来也非常的麻烦。所以咱们这里规定是不超过五人啊，法律规定。24，咱们就记住合法权益。 OK， 做信访人怎么样，不得损害别人啊，国家社会集体或者别的公民的合法权益。25，做信访采用什么形式？采用的是可以是书信、传真、电话或者走访，就是不能大字报。大字报是什么时候？大字报是文革时候的了。26，信访过程中不得有哪些行为？哪些是属于突发事件？比如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煽动串联他人信访、扰乱公共秩序、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7，关于安全生产法的立法目的，表述不正确的是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其他的都是跟安全有关。28，修订后的安全法什么时候实施？是2014年。 OK， 其他的选项都是2015年，不对，是2014年12月1号。29，安全生产工作方针，这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30，根据安全生产法规定，出租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企业的什么服从管理。哎，这个安全当然要找安全，就是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31，出租车驾驶员不服从管理违反怎么样，哎，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什么，再给予处分。 OK， 为什么不是处罚呢？处分不一定是罚款，罚款通常是什么？通常是行政主管部门。而这里说的是什么？出租汽车企业其实给的处分有可能是警告，也有可能是罚款。其实处分比罚款可能要多一些，这里是处分。32，以下哪项不是安全生产法要求出租汽车企业应当编制的内容？是内控制度，这个内控和安全生产法没有关系。33，根据安全生产法规定，出租汽车企业应当设置什么机构呢？既然说安全生产法，就要找安全找安全，所以是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关于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说法，正确的是对所有从业人员都应当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35，关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制度，以下表述错误的是 C， 只有对实名举报才进行调查核实，不管是实名还是匿名都要进行调查核实。36，其实前面的非常多，咱们不用看。说有什么依法强制执行，咱们就记住法院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37，根据安全生产法规定，什么受到损害的除了保险之外还要怎么样，有权向谁提出赔偿要求？是向本单位。38，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关于享有工伤保险和提起民事赔偿的说法，正确的是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还可以依照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向本单位提出赔偿。39，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的费用由谁承担？当然是生产经营单位来承担。40，安全生产法体现了什么的理念？你看下边的啊，越往大了说越好，是吧？以人为本，当然以人为本这是最大的，什么效率为上、降低事故率、安全监管都不够大，就以人为本才是够大。41，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生产安全一般事故、较大事故、重大事故、特别的事故，
个划分标准是谁定的？划分标准当然是国务院定的。四十二，咱们就记住，哎，噪音有七十分贝，这七十分贝会使人心情烦躁、疲倦、工作效率下降，甚至引发头晕、失眠。七十分贝。四十三，以下属于出租汽车企业的安全生产部门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职责，这是全都有的。比如说，组织制定规章制度啊，应急预案；组织参与教育培训、入室记录这些情况；督促落实这管理措施；以及组织参与救援演练，这是都有的。四十四，用人单位自什么时是用工之日，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四十五，这个题的考点是巡游车对应的是劳动或者经营合同，而网约车对应的是劳动合同。这里说的是巡游车签订什么？签订是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四十六，劳动合同自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四十七，说属于出租汽车企业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必须具备的，那劳动合同那就跟劳动有关的呗。劳动合同的期限、工作时间和休假时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四十八，属于经营合同必备的内容，这个经营那就跟经营有关，是经营期限和收益分配方式。四十九， OK， 咱们就记，很多人应该使过126的邮箱126，这是关于实习期。实习期呢，你就记住这个选项就可以了啊，一个月、两个月、六个月，就你去找工作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但是找工作的时候你能不能记得起来呢？你记得起来能不能好使呢？这都还两说。 OK， 126。五十，出租车的经营者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应当遵循的原则有，其实全都有：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守信、合法公平。五十一，说国家出台劳动合同法是为了什么？你看只要说的对那都全选，是 ABCD， 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说的都对。五十二，其实就是说这个劳动合同管哪些事、管哪些人、管哪些组织，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这是都包括的。五十三，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什么什么的原则，这是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和诚实守信，就是没有必公开公正。这个公开公正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执法。比方说咱们跟政府打交道，政府啊，政务公开，执法公正。五十四，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不正确的说用人单位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其实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正确的是 B， 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劳动关系。所以其他几个说的都不对。五十五，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如实告知等等等等这些情况，还要告知什么情况呢？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以及劳动报酬。为什么没有选职业保障呢？这个职业保障和劳动保障是两回事，劳动保障就当劳动时一些劳保用品，而职业保障呢，可能说你三年能晋升个经理，五年能晋升个什么什么长、科长之类的，这是职业保障。但是谁能说得好呢？对吧？没有职业保障。五十六，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五十七，以下属于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有，是劳动合同期限和劳动报酬、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D 为什么不选呢？ B 说补充保险，你要说基本的保险三险一金这也是倒还行，但是补充保险这是没有。五十八，出租汽车工会协会等中介组织开展什么协商时，这里呢咱们就注意这是工会协会，这就相当是个组织，组织对应的那就是集体，所以是集体合同。五十九，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什么什么原则，这里咱们就需要注意啊，有公正那就不对。公正因为代表是跟政府啊、跟国家机关打交道，还有公开，政务公开，所以有公正有公开都不对，而是自愿、平等、公平、诚实、守信。六十，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不享有以下权利。 OK， 这个选的是 D， 叫个人消费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商家在卖你东西的时候，比方说你能买到平时买的是200块钱的衣服，他可能尽量撺掇撺掇你买300块钱的，是挖掘你的消费潜力。所以这个个人消费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没有。这题出的有什么意义呢？知道什么意义？61，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以下哪项行为不违反有关规定？是 C， 提供消费预支付，也就是现在咱们说预存。62，下列哪项纠纷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解决？是 C，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而发生的纠纷，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嘛。63，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享有以下权利，是人格尊严得到尊重的权利，民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个人信息。而 D 为什么不选呢？如果你个人消费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比方说平时你消费200，现在他想让你消费300，既要尊重你这个权利了，还怎么让你买300了，是吧？64，关于虚假广告，虚假广告可以向谁要求赔偿呢？咱们法律规定是向经营者，注意是向经营者。65，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应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66，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原则。下列不正确的是，问的是不正确，因为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嘛，那就不可能有什么公开公正这种感觉，是对政府对国家机关的这种高低不平等的地位。所以是 A、C、D。67，下列说法正确的是，正确的是全都有。看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的权利，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68，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什么行为呢？设定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强制交易，或者设定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C 是可以的，是提供消费预支付，也就是现在说预存多少钱。69，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享受的这些权利， OK， 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70，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下列属于消费者权益争议解决方式的事，是请求消协调解，也就是12315，与经营者协商和解啊，可以，还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什么没有 C 呢？说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仲裁，哎呀，这个不是他干的事儿。另外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政府很忙，这种消费纠纷多了去了，你都去找工商，受不了啊。71，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或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应当，这是 ABCD 都有， A 停止侵害， B 恢复名誉， C 赔礼道歉， D 赔偿损失。72，咱们就记住三倍赔偿。所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73，关于投诉，消费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了，可以在即日内得到答复。这里咱们需要注意一下，网约车投诉是5日，而消费投诉是7日，有什么区别呢？看网约车投诉是往网约车平台，哎，消费投诉是往有关行政部门，啊，有关行政部门可能接的投诉比较多，所以相应的时间就要长一些。